当你来到中国，在北京看到雄伟壮丽的故宫，在西安看到坚固厚实的古城墙，在各地看到形态各异、独具特色的古建筑遗址的时候，是否会有一种感慨？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什么样子呢？他们说什么样的语言，穿什么样的衣服，有着怎样的生活习俗呢？面对这些早已没有主人的建筑，可能我们也只能到古装电影里去寻找答案了。但在今天贵州的安顺地区，却实实在在地生活着这样一群人，他们保留着几百年前的生活与文化习俗，穿戴着几百年前中国人最流行的服饰。如果你到这里探访，就仿佛瞬间踏入了时光的隧道，进入了一个真实存在着的古装剧世界。这样奇特的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呢？故事还要从六个世纪前讲起。当时的中国刚刚推翻元朝的统治，新的明朝统治者朱元璋命令30万大军到西南部平息叛乱。在这30万人完成使命后，皇帝命令他们就地屯军，防范叛乱，而这里就是如今中国的贵州。军队在这里屯垦戍边，他们的妻儿老小也大规模迁徙而来，从此就在这个地方一代代繁衍生息，定居了下来。由于大多来自文化和经济都更为先进发达的中原地区，这里的人们骄傲地保持着自己汉族人的文化与传统习俗，没有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所同化。悠悠600年过去，虽然外界朝代更迭，时光变幻，但这些被遗忘在重重大山之中的人们却始终保留着自己当年的习俗。他们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村寨与堡垒，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现象——屯堡文化。屯堡人的服饰特点集中地体现在妇女的穿戴上，大袖长衣和现代人的打扮很不一样。我们这个也是传统服装的嘛，600多年了，都说嘞，在这个后面玩这个，玩这个鸡嘞，这个很有讲究嘞。这个就是代表一座山的形式，这个是代表一块田的形式，这中间那个呢，就是代表一条江，一条江，我们都是讲也那里这些男同志嘛，出去打仗嘛。有战争都必有牺牲哈，对，我们这个都用这成条银链子，一千山万水都是新棉新的。军队的特点体现在屯堡文化的方方面面，连妇女的服饰鞋帽也有这样的特征。原来这个绣花鞋呢，这个绣花鞋就这里有刀片，这里长的有刀片，刀片完都是南方出去了，你在这穿来防身的。现在是和谐社会了，和平年代都把这个风头都把它封起了，都不放刀片。在屯堡文化中，还保留着一种十分古老的艺术形式——屯堡地戏。作为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。在屯堡的地戏中，没有儿女情长，没有家长里短，有的只是沙场英雄和战争故事。置身其中，看一场地戏表演，我们似乎依稀能够听到几百年前在此屯扎的军人们喝彩的声音。陈先松先生在屯堡唱了一辈子的戏，当地人讲地戏并不叫地戏，而被称为跳神。所以说保存这个传统文化一直子传父传子，子传孙的，整整现在是600多年了。所以说我们过逢年过节啊，我们要
保平安。过春节以后，一个大年初二，我们就开始请神，请神以后一直要跳满十五或者一个亿，哎，就把它封箱。封箱以后，又到七一半跳比划神。所以说，我们腾埔人一直就保留这种文化，就形成这种惯例叫跳神。正是因为把跳神作为一种祭祀的传统，地戏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才在屯埔一辈辈地传承了下来。作为村里跳神的神头，陈先生精心地保存着一箱上一辈人传下来的老脸谱，虽然数量已经不多，但不论从艺术价值还是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，都十分珍贵。现在我们保护的脸谱光有一十五面老脸谱，我只能保存，谈不到收藏。这个脸谱整整，我现在这十五面，我们叫十五面老脸谱啊，就是我们整个一个村寨1200多户人口，5000多人的财产，所以叫无价。我只能保存，因为它这个是一辈传一辈，一辈传一辈传下来的。这个脸谱啊，它在明朝末年、清朝初掉的，将近有300来年了。中国的戏曲艺术中，大多数采用演员上台前化妆的形式来表现戏剧人物的特征。地戏中采用脸谱，一方面保证了人物形象的统一，另一方面大大节省了演员上台的准备时间。这或许与屯埔人下马耕田、上马出征的军队背景有一些关系，而屯埔地戏中服饰的穿着也有着同样的特征。他这个穿戴非常简单，他为什么要戴这个青纱？这个青纱，他就遮住这个脸，你看，遮住这个脸蛋，是吧？遮住这个脸蛋以后，你都看不到我的脸了。对。然后我把它掀起来以后，我就。这个在京戏里面作为靠，我们叫背旗。背旗，你看它就是这样背旗，相当简单。这个是原始的服装，在过去就是这么简单。那裙子一系起，啊，就像个裙子一样的。裙子一样。您现在戴的这个是个什么面具？秦叔宝。啊，秦叔宝。然后你看这样，他这样戴起，他就往脚下看，往下面看。哦。然后你看那个鼓点呢？这样。哦。他是靠这样，老把它撞，这样的。他往你的下面看，假如我往上面看，我这样看你，你看这样，我这样看你，你看我的脸子，你看得住吗？看不住了，看不到啊，我一定要这样看，埋头，所以说你看这个脸谱，是您从头到尾是低着头的是吧？啊，一直低头啊，低头这样，低头，我看不住人，你看这样，对对，是吧？屯埔的建筑也同样的打上了军事的烙印，绝大多数房屋都是用石头砌成，十分坚固。在狭窄的道路上走过，常可以见到两旁的墙壁上有这样的孔，孔口内宽外窄，据说这是为了房屋内的人方便观察和攻击入侵者而专门留下的。石板路、石头屋、古井、古树、古学堂，老人们穿着古朴的服饰，出售着自己做的手工艺品。
如果不是刚放学的孩子们艳丽的现代服饰提醒了你，可能真的会以为时光已经回转了上百年。沿着古老的街道一路前行，下一处景观叫做天台山。在一个并不大的山顶上，屯卜前辈的能工巧匠们依据山势构筑了48间房屋，居高临下，像一个坚固的城堡，守望着不远处的村寨。时光流逝，这座曾经用来防御的军事建筑已经成了一座寺庙，而生活在屯卜的人们也已经不再需要下马耕田、上马出征了。但这里的建筑风格、语言、艺术、风俗习惯却一代一代忠实地保存了下来，成为一座巨大的博物馆，向人们展示着一段段活生生的历史。